我叫徐莹莹，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的，今年是37岁，开车这个行业大概干了有7、8年的时间了。这一年365天，我得有300天得在车上待着，那真的说白了，那就是第二个家。你不跑，你上边还有老人，你下边还有孩子。今天上初三的女儿李佳怡返校，徐莹莹夫妇开始找货。2.5公里得5000块钱的油吧，一个200块钱的行程费。那个多少钱？货多是8块钱，装一块。别吵，飞机大爽，我再给妈妈包吧。多少岁啊？多少钱哥？我说了3、4遍了，这以前天天那么说。得给他交代好了，叫他吃好喝好，多吃点，要不就亏了。燕儿，我把你送到校了，我们就出车走了啊。女儿上的寄宿学校，每个月只能休息2天，再过几天就是暑假了。徐莹莹答应女儿，放假的时候一定过来接她。萝卜弄高，买点肉啊，买点面条。冰丝儿，再整点馒头，基本上这一趟的吃食就够了。这次预计要出差一周，需要准备的东西还不少。嘿，走，走了，好嘞。就跟俺们去旅游啊？出车，咱们去拉货货，挣毛毛。走。出差送货，以车为家，以车养家。6平米的驾驶室是夫妻俩路上流动的家。将1200多箱鸡蛋从石家庄运送到广州，是夫妻俩这一趟的订单。2000多公里的距离，必须48小时送到。不是我急了啊！你把零食啊，我找出来再叫我哥哈。要感动我一下，我就敢跟你离婚了。嘿嘿，别拿离婚吓我啊！我好怕嘞。我当你会说出来，谁怕谁呀？吃饭，急了。俺们跑车的一天2顿饭是正常的，然后一天1顿饭的时候是常有的事儿。把这剩菜都和一块儿，热打热打吧。在经历多次饿肚子、啃凉馍后，老秦在摸索中改装了一个流动厨房。为了能在规定时间到达，夫妻俩轮流开车，昼夜不停。爷，嗯，到服务区了啊，到点儿了。哪个服务区？江西吉安。你要瞌睡不就歇会儿？一会儿我再开会儿。我开吧。去领来吧。你也不听你叫行吗？要不你歇20分钟吧，歇20分钟以后我再开会。我开吧。哦。嘿，下一班啊，不睡觉啊。下啊。下呀。你说这废话干嘛吧，低头下来不就起了。我看他挺得，不是，你看我往外推，他就往后烧。我睡觉了。
找宾馆有点太奢侈了。俺们跑车这么多年啊，就没有住过宾馆，太贵了。俺们出来一共才挣几个钱啊，正好就到服务区了，怎么方便怎么快就怎么来，或者是有时候了送到厂子里，来厂子里洗洗。进入江西以后，雨就一直没有停。我家这边就下雨搞什么，鸡蛋都是纸箱的，就怕天潮了以后，因为装的高，所以下边那一层那个纸箱的吧，要是下雨，那就把鸡蛋都压坏了。坏了的话，肯定就赔钱呗。这趟本就时间紧张的行程愈加困难。雨越来越大，运送时间已过半，路程还有一半多。两天两夜，48小时，穿越6个省份。我给你带你路况，兄弟们，我到了，我下线了哟，不要太想我呀。凌晨4点，徐莹莹和老秦终于按时到达广州。卸货的间隙，夫妻两人开始找返程的货物。会议挣钱儿，就定。开免提了吧？开了。哎。妞妞。哎。俺们这儿卸车了啊。啊，知道了，到车了。啊，给来具体通知了吧？说要几号回来啊？8号，我看看啊，这个是6号，俺们这早大早一早就卸完了，我卸完了以后，我看今儿能找着货吧。今儿要能找着货的话，8号估计俺们还能赶回去了。这不是孩子快放假呀？嗯，想着是回去给孩子带2天，那平常呢，俺们就从这配到别处了，配到别处，反正比家里货价要稍微高一点。然后再从别处赔回家，也就是说拿着货挣钱就上那儿。哎呀，实在不行，只能是赔着钱回去。这是湿了是吧？里边没事吧？有几箱啊？要换箱子，该怎么扣怎么扣呗。这湿了这不撤钱吧？一样。啊，这是那个运费。正好啊，正好。行，那你们先忙着哥啊啊。一共是扣了100块钱，你看那饭钱没了。饭钱我饿一顿。你饿一顿不咋？你忙活了，别吃饭了。放在锅里头，那又不吃劲。傻。我这得研究透了。俺家你还心态挺好，还一套一套的呗。就这么一个大货包，叫我给找着了。8千我不沾，8千我太少了。行，那个看看订货了。嗯，行，好嘞。啊，要不这么一直赔钱，我订个电汇吧。这孩子们放暑假呀？哎，都是这钱，你找别的活也搞不了。你再等等，别着急的。都是赔，找那几个呗。如果今天接不上货，
就无法按许诺的时间回家接女儿放假。13年前，徐莹莹前夫因白血病去世。3年后，徐莹莹带着女儿和李毅带着儿子的秦丽华结婚。在我们家姑娘就是3个多月的时候，她爸这不查出白血病了吗？那个时候就为她看病到处借钱，到最后我反正也没能留住她。和老秦结婚后的第2年，为了生活，徐莹莹夫妻两人贷款买了卡车，开始出差拉货挣钱。我那时候我就发誓，这一辈子我再也不会借钱，因为真的苦日子过得太多了。那几年的时候，脑袋瓜子里边想的不是别的，就是挣钱挣钱，就是有时候吧，在外跑1个多月2个多月，就有时候根本就想不起来要去回来看看孩子。还没次出手的时候，我就特别特别怕我妈妈在道上出了事儿。原来做梦的时候，我还梦见过一回，然后那时候直接都哭醒了。以前来家的时候挺活泼的，然后从这以后，这个性格就变得有点内向，甚至有一段时间，闺女都不想上教了，就想出去去打工去。妈妈，你不是喜欢钱儿，你不是想挣钱啊？给我挣了钱，我给你。我卖你一天的时间陪陪我行不？这是孩子亲口对我说的话。那时候那心里就给找刀子扎一样。要不现在后悔了，我就想尽量去多弥补他一切。其实挣钱多少我现在也看淡了，挣得够花就行，只要他来家里歇着歇礼拜的时候，俺们都尽量的赶回来陪着他。2000公里，油费加过路费至少6000。徐莹莹和老秦不敢空车返程。第2天，夫妻俩才找到合适的货物，但是价格并不理想。为了早点见到女儿，徐莹莹也顾不了那么多。你搞热点吧。不搞。我是烟头。现在吧，咱往回走着咧，这个时候啊，就恨不得把那个油门啊踩到油箱里头，那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回家去咧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凌晨1点半，出车一周的徐莹莹夫妇终于到家。哎，用力吧。紧赶慢赶，依然没有赶上接女儿回家。他们跑过2次车，半宿就醒了一回，他们每回都在开车，而且我妈妈还要让自己保持清醒，自己掐自己腿就怕瞌睡。那时候可心疼他了，他就是为了赚钱，为了让我和我哥哥过上更好的生活，感觉那时候有点那个愧疚。第二个教育是你幸运，还包括你好幸运啊，在哈里住呀。相机给你。11假期，80后摄影师张强准备出差拍摄野生大熊猫。还有这个相机，是你最喜欢的这个相机。哦，这么大放在这儿呀？对。爸爸，
室拍照。拍什么？拍熊猫。每次的拍摄，这个行囊呢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就是我的照相机，还有我的镜头组。野外的大熊猫的这个领地意识是非常强的，有可能它随时都能看到我们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它，它非常的警觉呀。迈向荒野，远离人烟，辛苦的背后是无尽的自然之美。这个是金丝猴的这个保护区，在这儿，这是一只，就在好的这个环境下，它的这个生活也非常的安逸。我们能开过去吗？我从一个卡片机去学习拍摄，毕业刚刚上班，省吃俭用去买了第一台相机去拍摄。这些年张强的足迹遍布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，他的作品也在各种国际大赛上屡屡获奖。但野生熊猫的拍摄是他少有的失利。这上面是天菜，这个是哪个金条？这是菜。三年前，张强志在必得的来到这里拍摄熊猫，但在竹林找寻大熊猫时，为了保护相机和镜头，他不慎摔倒。哦，竹枝啊，一下就从我这个右眼。哗一下就滑过去了，我的泪啊就跟那个水一样在流，最后呢我肿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。8公里徒步才能到达这次拍摄的目的地。简单收拾行囊后，张强开始准备上山的设备。野生动物啊，它不是一个模特，它不是一个你想见就见的，你见到它了，就可能它只是给你3秒钟的时间，4秒钟的时间，镜头还没有拔出来呢，它已经消失了。每只野生大熊猫的领地范围一般是5平方公里，相当于9个北京故宫那么大，除了交配和哺育幼崽，它们很少与同类接触，想要拍到它们，难度可想而知。还没走到竹林深处，大雨突然降临。那你这雨大了，你这人都实在进不了，我们也没看了。十几年来，张强的耐心和恒心已经练就。每一次拍摄，他都在未知中等待，在压力中保持沉着。现在所有的雨也非常的大，上来就是你上山，首先是山上不安全嘛，太滑嘛。你都不容易，包括就看不见了。洗刷了一遍，他倒数啊，或者是山上滚石都下来了。哎呀，那就是这，明天咱们就看一下天气的情况。首先，啊，黑眼圈一定要大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要不然怎么叫熊猫？熊猫宝宝这么可爱吗？说它是熊猫。随着出山时间的临近，张强开始焦灼。上不了山，那你就干干硬等，没天然见，我巴不得现在就出去拍摄。今天是进山的最后一天，张强不能再等，冒雨进山是他最后的机会。我们跟着你走。眼前被水汽笼罩的森林，能见度不到5米，脚下又是湿滑的陡崖，如果摔倒，这一次又是无功而返。小心这个刺扎的很啊，一定要小心小心。
一点痕迹都没有。四个小时，三个山头，不间断的找寻，熊猫的粪便、毛发、吃过的竹子、走过的脚印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这不是说你一来就能拍到的，有可能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有可能这次整个行程就是没有找到大熊猫。七个小时过去了，没有食物，没有水，又被雨水淋透，体力透支的众人开始返回。一截熊猫咬过的痕迹，让大家又折返回来。走，应该是才刚刚把的这个，对吧？哎，昨天捞的吗？对，先上来了。新鲜粪便的发现，让大家锁定了找寻的范围。终于发现了熊猫。别别，陈总，陈总，陈总，给我。机器怎么了？机器坏了。哎，你再看看，哎，看看清楚。好了，时间了，雨已经脱了，焦段我试一下机子就扔了，连滚带爬去寻找熊猫。从发现到不见踪影，5分钟，是张强和野生大熊猫相遇时间最久的一次。哎，非常棒，太棒了。哎，可以可以，真的可以啊，哪个可以？全都先用撇着了，是不是？这我也是第一次在这个河里面拍到这个野生大熊猫啊，太棒了。背起行囊，伴随着无尽的未知和期待，梦想之路就是那个超越平凡生活的支点。